用妄心，妄心是轮回心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妄心就是阿赖耶，八十五十一心所。你用这个东西，用得好，用得正，啊，用得纯，用得善，是四圣果报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如果用得不善，那就是六道三途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啊，这不可以不知道啊。所以真正通达佛法的人，自爱，真爱自己，不通他的，糟蹋自己啊，因为他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经典的教诲是相违背的。啊，这是不善的因，不善因感不善苦，这肯定的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可见弥陀光明，具身诸佛者，盖因前生愿力超绝，故今自然得知。这个我们也学我们接受阿弥陀佛的引导啊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社会，有史以来混乱至极啊，历史上从来没遇过的啊，这怎么造成的？完全是科学技术带来的，科学技术带来了不少方便啊，但是这些方便的副作用没有人想到。现在慢慢觉悟了，觉悟怎么样呢？来不及了啊，带来负面的果报逐渐形成了啊，根本的问题是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啊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啊，中国人讲做人的无常基本的德行，仁义礼智信全没有了啊，朋友互相欺骗，父子也欺骗，兄弟也欺骗，完全为了个人利益，真的只有个人，夫妻再好也互不相认，互不相认，这是什么事情？连出生都不如啊。海贤老和尚
救狼的故事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你看那个公狼跟母狼啊，狼给他的小孩小狼有情有义啊，找老和尚去救了母狼啊，第二天还送一个蜂蜜啊，感谢老和尚。这老和尚感叹地说，原来狼畜生也只要知恩报恩，啊，那么这有我狼我们就相信他的来生的时候可可以得人生。啊，所以你要是冷静下来，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的学处，叫菩萨学处。啊，人人都是善知识，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在实现。啊，问题在你会不会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啊，你能看清楚，确实能度自己。度自己什么？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，只要度自己。能帮助众生，能利益一切众生，这就是积功累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